河北金山宫主祀天上圣庙，一年一度前往北港朝殿宫进行活动，吸引超过300位信众虔诚相随。今年庙方嘛头一届推出全部拢是女性的桥班，台后市妈祖乱桥回乱吊敬河北市区守护，台顶现虔诚的妈祖文化。河北金山宫主祀天上圣庙，一年一度前往北港朝殿宫进行活动，吸引超过300位信众虔诚相随。妈祖回銮吊敬河北市区守护，河北好德宫游主委洪正峰、大总理林小琪也特别前来迎接妈祖回銮。介吼，咱金山宫哦，啊，以前往年吼，咱每年拢会前往咱北港朝天宫来进香哦。啊，即届总共有七台游览车，大家踊跃来参与。诶，啊，今日啦，圣事嘛圆满嘛，如意来回到咱。何以啊！即次要来问境，途上咱经过咱境内吼，啊祈求咱本境吼，拢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金山宫主委林业典表示，今年庙方也来创立专属的桥班，由因来扶持妈祖乱桥，16名金车一字排开，成为庙会的新焦点。河北金山宫是地方重要的信众中心，每年出门烧金活动，拢得到各地信众热情响应，展现虔诚的妈祖信仰文化。中央新闻叶宏武，河北采访报道。